都是那个位置。哦，掉到了，有修正，但是还是一个下坠球路，让林晨飞是挥棒落空，遭到了三振。形成了两出局。哇，这个也是要去特别的去注意，或者是要去做记录哦。如果是遇到好的球员选球能力的话，确实这五颗都没有进入到好球带哦。推出去啊，打得不太理想，遭到了接杀。嗯，所以结束了这个半局啊，留下两个垒包的陈磊啊，看到郑浩君非常的开心啊，因为队友帮他给挡住了，是结束了这个半局。住了，这仰角太高了。嗯，截杀出局。哦呦，打到了中间，投手碰了一下，他后面有二垒手做一个补位修正，传一垒还是来得及，两出局。哇，打到手套应该有碰到。是打到的同时感觉非常强劲啊，但是一直打到棒头了。挥棒落空啊，三振出局，也结束了这个半局啊。乐天呢是三上三下没有攻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西西，记得订阅我们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还有我们兄弟最新的 Podcast《兄弟你来说》。